墨西哥知名的沙龙潜水啊，让人隔着笼子观赏鲨鱼。不过最近出现了非常惊险的画面，一条鲨鱼居然跳进了保护潜水员的隔沙笼子里面。当时潜水员还在笼内啊，场面十分惊险。沙龙潜水隔着铁笼，近距离观赏鲨鱼动态。万万没想到，鲨鱼不小心暴冲，跳进铁笼里。大白鲨就这样跟潜水员共处一笼，水中一片混乱，鲨鱼吓到不断挣扎，水面还冒出血丝。原本大家猜想潜水员大概被鲨鱼吃了，没想到鲨鱼自己游出铁笼，过了几秒，潜水员浮出水面，幸运的毫发无伤。这一段惊险影片登上了各大新闻版面，潜水员接受访问，他说事发突然，根本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，倒是目击的工作人员差点吓破胆。